腌那个老火筒，现在那个老火筒都长到了，大家能吃两筐的，阿姨是幸事嘛，大家都很幸运。大家好，我是阿雄，我们你跟了导航走，然后又把我带到两个西湖的微信村两老了，稍微他两个配的视频，很多粉丝朋友讲给两个屋，是西湖微信村的一个小屋。哎，叔叔，哎你好，我前面你后面两栋田。哦，我原来我这两个趟经过两个是火塘的，啊，两只是水来样的，微信村，微信村噶，哦，两只原来是那个是小河没，小河在微信小河在，哦，对对，俺们出去都要看看人家，嗯，俺们出去都要看看人家，嗯，就丢跟我广东话的，哦，是不是归乡啊？乡里，乡里哇，哦，对，哪里找不到乡里？哦，哎，就哎呀，就是你那个一个老屋噶。对吧，老婆？老婆咋样？那边生啊？你要吃？哦，地表可以落实个，地表可以落实力量的个。可以落实的。哦，俺落实，俺落实看一下。你去看嘛？啊，把你发的就不用。嗯，那个原来是在火塘个，嗯，好像一两年是那个。七两年修的。那个屋是七两年修的。嗯。哦，几十年了，嗯。哦。那越来越少了。讲讲庙公带台个落实地表立一下，两年前是落太水了，哇，你落好大个水哦。哈哈，哦，两两改眼边多少水？上上两两又是改眼啊，掺多少水？像两种天冬水哈，刚拿出来毫无征兆，多的冻样。两礼拜抢修六高了屋，两两出去基本上都想留哈。然后这边两两就是在火塘，稍微可能两个人家还有特色，因为两种建筑很少了嘛，去拍一下。你像那很多粉丝朋友讲，给两两在火塘，这么年又带大家来看了在火塘。上回俺们就上个把拍一下，然后我们的老两边，两边是两两就是那个活动的正台面，还看到两个台面都打好的，俺们都去底部看一下吧。俺们你甚至录了两个活动底部看一下，看到江江一位叔叔跟俺讲的，那个活动是用了七六年修的，你们想一下，七六年到现在，就你让你三年了，嚯，就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了，两个屋里还潮。我两两演了个火筒的还差两两，整个保存到现在真的很容易，像好多两种老火筒哈，早就拆了，但还有现在的样子，你们可以看完两地方吗？哦，有很多看我视频的粉丝朋友，你们演了可能你差点把吐个数过五十年了，你们现在把你凶手烧了，哈哈哈，两两有没得勾起你那个回忆，你们看完两个环境啊，看你们演了个火筒俺地包真的好吃的饭哦，俺们去地包看一下，俺们给了两两了看一下。哦，你们可能等个人家，人家就是给那个老人家。哦，好是俺们唱歌不配给球两两哈，俺们落去地包看看，看地包两个修的建筑哈，都原来用的一个老庄，老的怂庄。好嘞，好烦。充满的回忆啊，成都两几十年变化好大哦，到处都有修这么多高楼大厦。两两原来就是教室哈，或者是图书的地方，现在两两就空空荡荡的了。俺改成是图小河的时间还图个两种合同哈，俺的改成操场全部的摊渣渣，每次放完稿的时间到图书了啊，都要抬高一起查抄。今天炒过炒呢，俺们去对面一只屋看一下，对面地方应该还有教室，但是现在两个屋都已经上来潍坊了，可能应该丢这么多土那个哈，都土了。看来那个教室，那教室太哦，待会两个装干了炒，好、哦，俺们还落去看一下。哦，黑板的还炒，看呢。原来你的图书给黑板，好好呼吸，天天向上。现在大家还好好呼吸哦，哈哈。俺们又来回味一下，原来个老火筒，现在那个老火筒都长到了，大家能吃两筐的，阿姨是幸事嘛，哎，大家都很幸运。如果讲俺双飞你老两两个吧，粉丝朋友唔高，俺都唔晓得两两黑是火筒，怎么你认识？然后导航又把我带到这头两两，我又看到了，所以落了地包带他看一下。然后我把李成都赶他个水，两两就是演了个老火筒了，
我给保修两年就是黑板原来好多喜欢的老乡应该对差两年都是状态的个奶奶有可能有您很多的回忆奶奶还原了你的图书的教室还有你那个黑板原来你在差两年做过作业然后应该跨越时光又知道两年但你再来回味哈哈哈哈我觉得很荣幸啊很幸运能够来到你那个后头两年好了嘛大家喜欢我视频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转发哈那你好的视频又见拜拜